注意看眼前这个卡通脸特效，居然会魔法，竟能让上一秒满嘴芬芳的老妈瞬间变成温柔可爱的公主殿下。你他妈的陪着啥？冬天不见早养的，今天闺女你啥也不知道。哇，哦，我的天呀，这也太糟糕了吧。原来颜值真的可以影响一个人的脾气，老妈变成公主后就连说话都变得温柔了。比如下面这位小姐姐，一打开特效，声音直接从东北粮仓加成了江南水乡。哇，那个金牛嘞，我的天哪，哦，我的上帝呀，这个特效也太可爱了吧。还迪士尼啊，非常的迪士尼，就是 Do you want the biggest snowman？他一张嘴，真的有种迪士尼在逃公主，一边吃大葱一边跳芭蕾的感觉。不过当我看到这位穿公主裙的小妹妹时，直接震惊，这简直就像小乐佩公主从动画里跑出来的一样。看到这后，网友们纷纷晒出了自己特效后的样子，真的个个秒变帅气王子和可爱公主。来，我看看，哇，好美丽的特效啊，感觉下一秒就能和小鸟小兔子对话了。果然你们都是从迪士尼童话里逃跑出来的。